第三题，永兴将干燥的绿豆放入空粮桶内，绿豆堆表面对应到粮孔的刻度为 26.0 毫升，轻敲粮桶后，绿豆堆对应的刻度为 24.0 毫升，接着它倒入 40.0 毫升的水，此时水面对应的刻度为 60.0 毫升，上述过程在两分钟内完成，请问绿豆真正的体积为下列何者？我们绿豆刚开始对应的是 26, 敲一敲之后对应到的是 24, 是因为绿豆变得更紧密了，空隙变少了，那我们就写下来，我们最后的绿豆加上我们的空隙是有24毫升，然后我们加了水叫做40毫升，然后把水灌进去之后就填满了空隙，就不再有空隙了，所以我们的绿豆加上我们的水就是60毫升，这样子看起来我们的豆子有多少呢？就这两个相减啊， 60减掉 40, 豆加水减掉水就是豆子，就是20毫升，所以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绿豆应该是20毫升，也就是20立方公分。因此第三题问，请问绿豆真正的体积为下列何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,20.0 立方公分。